沙文化，必须出入清，仰望圣水啊，万点皆分明，尤其一处神秘角落，妖精必须藏，鬼影必须暗生。银罗姜出来吧。人不在吗？咦，你打到狗了？哦，普天，你叫有什么副官叫啊？叫一件大秘密，比你参详。秘密？啊哈哈哈！比你惊一点天动，另有什么大秘密？我希望你在永留平武，为我不惜一批高手。必须要有真才实料，事成之后，我会付予每一个人勤劳三百担，出征找五十升，而你得此相陪。哇，你落重本啊！是要对付什么人，需要做到这种的程度？不是对方破心结，果然是当今妖气的掌权者。哇哇哇哇哇！这等大事，找永留平武的人。你能放心吗？小心大事不成，又做反噬，因啊，根本无信义可言啊！拥有平武五虎中勇，要找高手，除此地之外，当然不足他想。不是不足他想，只是另一个更适合的地方，你唔敢想。你是讲醉人三杯酒？